要谢谢啊，30年来，这个抱歉，台大医学院跟台大医院给我最好的训练啊，跟教育，这让我在不管到哪里去啊，都有一个很强的抗压力啊。特别是我后来才发现啊，去市政府每天7:30上班，对各位来讲都很简单的事，到市政府去。好像是天方夜谭了、啊。我在想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我在这20几年来，很容易的事情嘛，到外面都很困难。我想呢、啊，这个对于很多同学来讲是毕业嘛，我是提早1年半退休的，因为我觉得我留下来会给大家造成很多困难。你们就当吃瓜群众啊，就继续在电视面前。看我们继续表演，好，谢谢大家。